小猪，你帮我问一下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。爸爸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那这么晚了，你先睡吧。那爸爸你要小心哦，早点回来。妹妹好，你可以叫我华叔叔叔哦。而且我可以让你爸爸天天准时回家吃饭哦。真的吗？就像我前面跟各位说的，我们要做非常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把搬运人力呢，透过无人车跟系统的规划呢，转化成制造的一个核心作业能力。我们只有车子有电，并且透过我们这边地球上唯一不用钱的能源，就是重力。爸，你在做什么？是华叔叔叔啊，要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啊。爸爸，你看是爸爸他们。